但是我嘛知影，全牵手的人等你回来选乡长啦。代志大条啊！其实我小想的，敢若是我初中迄个小花娘。所以讲，第三届校友会你压几暗吗？拢不是一笑笑的。对，不要把人家名字讲出来。情何以堪？哎，到底是哪人啊？谢林的迄、那个，谢林的迄个有来吼、哦。啊！演唱会结束了。迄、那个谁没有过去吼？从美国来听的嘞，真正有来吼、哦。林小姐，啊来，哎，啊，借问一下，迄个林小姐，哦，林小姐，我怕自己灌醉。哎，林小姐，那个酒，那个酒来好未？啊，林小姐，那变安尼啦，唔是你啦，唔是你啦，看迄个扮嘛唔对，应该唔是这种的。正经有来吼，林小姐，林小姐。不是你啦，我知道不是你，你干嘛？林小姐，嘛不是你，快点啦，很紧张嘞。林小姐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大家拢说林就对啦哦，等你足久啊，等下若有代志后壁来讲啦吼。林小姐咯，我知呀，林小姐有来呢。这是这写作什么款呢？来来当作当时的手作，唔敢来当作当时的开放。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呀？阮伫咧外头真正打拼，不敢来耽误当时的酒桌，为何你亲切到这个地步？阮的心情着快活，我过头一刷又一条，会唱完滴滴的歌声，搁一摆好啊，妹妹。我的心情就开花，我以为欢迎的拖把，就出来我的歌声。心爱的，敢也有谅解？心爱的，林小姐有来哦。你去去美国，我是不得已。三顿都爱吃羊肉咯，当然要看。想到你，不敢来搞吃。来个一摆，一二三四。阮的心情着快活，我过了一山又一岭，会唱完甜蜜的歌声。今年看大声，看大声的啦！阮的心情着快活，路中门前我的家乡话，传给你朋友的人家。今仔日是三太子的生日，大家拢知影重阳节啊。其实嘛是比尔盖茨的生日，啊我无头着，我较顺，我是明仔生日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！
若听着鼓声，我的心情就快活。牵着我流连的姑娘，演出我甜蜜的歌声。我的心情就快活，唔通讲这有法度弥补，全部你热情的人生。所有的哟，我所见的不错，不如死的如何？我去的山那里去了，我来希望。